进来。毒蛇，约定的时间到了，怎么样？站出来吧！笑什么？哎，你们笑什么？笑你一本正经，跟真的似的。你们这叫什么？这叫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你们还在做梦是不是？啊，毒蛇，你想做美梦，可你的手不帮你的忙。孙悟空怎么样？孙悟空会七十二变，可是他也变不了他的字。老实告诉你啊，我足足的看了一下，我都看出了名堂。何况今天晚上我们还专门请了指认笔记的专家来，他会给你带来棺材盖的。哎，等着吧。哎，我说童福官，你有完没完？哎，你要抓毒蛇去抓去啊，你在这儿耍什么威风啊？早就知道你是个妻管严，你有本事你回去跟你老婆嚷嚷去啊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没有你想要的软柿子，没人好捏。哎，我说他王参谋说的是。小童啊，咱们都在一栋楼里办公，何况你我又是邻居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今天不是你借我一根葱，就是明天我欠你一碗米，何必要说如此伤和气的话呢？何况此事过后我们还要在一起共事，干嘛搞得如此剑拔弩张的，敲山震虎，别虎没震着，山先给敲烂了。老钱，这兄弟也是人在江湖啊。理解理解，我们呢也要跟小童换位的思考一下。就是就是，此事不能全怨他的。远亲不如近邻啊，老钱还是你最理解我了。司令您看，我看就是他了。我看也是，你看这字嘛，啊，就像是人的秉性。这俗语讲得好，江山易改，这秉性难移呀。嗯，那就抓了吧。司令，您看怎么办？我看这么着，咱们先过去审他一下。好，其他人可以走了，严京生留下。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钱志江诬陷我，现在不是你狡辩的时候，你要是再狡辩，老子一枪崩了你。司令，相信我，我确实是什么都不知道，确实是钱志江诬陷我。你口口声声的说钱志江诬陷你，他为什么要诬陷你？这我不知道。你们有过节，有旧怨，有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那就怪了。我和他之间
没有，我们平时接触很少，不是一个部门的。不要相信，瞎编出来的东西是骗不了人的，是拿不到太阳底下晒的。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没有说有，给人揭穿了，那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可能他就是共产党，他想赖在我的头上，想让我当他的替死鬼。你的这种说法不能够服人。办公室里那么多人，他为什么偏偏要赖你啊？是啊，他为什么偏偏的诬陷你呢？这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可以对天发誓，他没有跟我说过电报的事儿，他在撒谎。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怎么样，我把他叫来，你们对质？可以。你问他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跟我说的，我敢说他编不圆。电报的内容是我跟他说的，事后我又没有及时向上级汇报，由此所造成的恶果可能会给党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。你们说刘司令会放过我吗？他曾经说，即使不满门抄斩，株连九族，也会送我上军事法庭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的儿子，他长这么大，我没给他洗过一次尿布，买过一件衣服，开过一次家长会，我甚至没有去学校门口接过他。本来说今天带他去看电影，我又骗了他。哎，老钱，别悲观，司令说的那是计划。我听说你跟他的私交不一般，当年若不是你在军阀混战中破译对手的密码，向刘司令提供了关键的战略方案，司令也不会这么快就取得了蒋委员长的信任，在上海滩做了这把交易啊。钱志江，跟我走一趟吧。钱总，我们破译出那份电报的时间是下午2:21。我从唐一娜的破译室里出来，在回自己办公室的走廊里遇到了严副参谋长，他手上拿了一份文件，我知道那是来还我们的，就随便地问了他一句，看完了？他说嗯，完了。然后他问我那边办公室有没有人，我说有的，他就走了。很快他还完文件回来，看到我坐到办公室里面，就冲我点点头进来了。你撒谎！司令，我没进他的办公室。你让他说，让你说的时候你再说。他笑嘻嘻的进来问我，你们今天是不是刚收到上面一份很重要的电报？我说是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他说我一看你们唐参谋那个神神秘秘的样子我就知道了。然后他又问我是不是关于人事任免方面的，我说不是。他说是什么？因为之前童副官没有提醒我这份电报的内容不能外传，我想他是楼里的人，又怕他因为人事问题而平添烦恼，就贸然地告诉了他，然后他就走了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他进你的办公室有没有人看见？这我不知道，
当时我的办公室里面没有其他人，走廊上有没有人，我没有看到，即使有，我也不知道是谁。就是因为我找不到能证明严副参谋长进过我办公室的人，所以他才会认为我诬陷了他。否则我认为他不会。我在想，你没事吧？我正在向上帝为你祈祷呢。我信佛啊。只要能保佑你，信佛信上帝都一样。你去会议室吧。啊？怎么又扯上我了？好，不要紧，问什么说什么就行了。些什么？不要紧吧？要紧不要紧不知道，我都如实说了。喜风不动，敏顺于道，得失随缘吧。问你几个问题，不要说实话。从下午到现在，钱志江有没有跟你私下谈论过有关严京生的事？没有。昨天下午，严京生去没去过你的办公室？有。什么时候？大概是2点多吧。我和钱总破译电报的时候是在2点21分，这在当天的工作日志上是有记录的。钱总刚走没多久，严副参谋长就来了。他在破译室里跟你有过什么交谈没有？没有。一句话都没有说。那也不是，他进来的时候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，管资料的老李不在，他问我老李呢，我看他手上拿着文件就知道他是来还文件的，我就说你把文件放在这儿就行了。他说你跟他说一声我还了，我说好的。当时我正在誊抄电文呢，他问我你在写什么呢，就把头凑过来了，我就连忙用手捂住了。我跟他开玩笑说：“去你的吧，等你当了司令再来看吧。”他笑笑说：“那就只有等下辈子喽。”说完他就走了。就这样。是这样。我头凑过去，其实不是真的要看，只是伸了一下头。那当时我以为你要看呀，所以我才用手捂住了。是不是这样？他用手捂住了。是。
这里没你的事啊，你赶快走，别在这停留，快走啊。陈继生，你给老子如实交代，你是什么时间参加的共产党，上校是谁，下校又是谁，说。司令，我不是共党。我可以对天发誓，如果我是共党，就让天杀我，雷劈我，让我断子绝孙，让阎王爷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。看看，你给我交代清楚。对，是不是共党，就看你能不能说清楚这个了。这不是我写的，我没写过这个。你没写过那个？当然是这个。那这个是不是你写的？这个是的，这个是的。可是，你们看。这个特字还这两个字频率，我写的和原文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对，这三个字是有点区别，可是你要知道，这一共是56个字，你只说清楚了3个，是不是好像少了点儿？燕锦生啊，现在不是你狡辩的时候，而是你坦白的时候，说，把你知道的都给我说出来。司令，我冤呐！我知道，有人在找我，我不敢，我不敢，这比杀了我还难受。王八蛋，你不应该这样对我。司令，我一心无二的为党国卖命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。大哥，对你把清楚交代清楚，我们家不是共党，我不是共党，这个东西要怎么解释？你在看什么呢？钱志祥不信我，现在不是你狡辩的。我在听严副参谋长的叫喊声，真想不到他竟然是共党分子，让你想到了他还怎么当得成啊？就是，哎，这样一来明天是不是可以放我们出去了？应该放了，没理由不放。杀了吧。哎，老钱，你上哪儿去啊？好，我去上个厕所。这个钱之江啊，别人都是杨靖邦，只有他才是地道的英国绅士。这个被称为英国绅士的人，这时候想的还是那份情报，因为他深深的知道那份至关重要的情报迄今为止还没有送出去。哎，这贱骨头，这死到临头了还要吃苦头，怎么他还不肯说？黄处长，交代给你，一定要撬开他的嘴，让他吐出同党。我就不信他是铁嘴钢牙。可以用刑吗？那不是你的拿手好戏吗？交代给你就是你的事儿，我只要结果。对付共产党人，必须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来摇撼他们的意志，摘出他那颗镇静的心。知道了，我们还有事先走了，你们辛苦。哎，那上面的人可以散了吧？等他们开了口再说吧，我们还是谨慎一点为好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万一他们中间有他们的同党，
放出去岂不是功亏一篑啊？这早一天晚一天呢，问题不大啊，也不会太迟。已经交代黄处长了，他是有办法让那个家伙开口。真缺德！你们听听，可能还要让我们等，还等什么呀？我头发天天这样洗的，天不洗我都闻见馊味了。哪里有馊味啊？那是花露水的味儿，我们的蜜丝糖是永远都不会馊的。走吧，我们下去看看怎么样了。刘司令走了。哎，走了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走啊？走什么走？大晚上走哪去啊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先回房间啊，我们还有要事要办啊。嗯，啊，钱总啊，希望你带头配合一下，这我们确实有功。哎呦，走吧。怎么早呢？哎呀，对不起，先生。提刀呢？大白兔没见着。早就来了。啊，行行行。嗯，给我来时间。我不抽。刚来啊！哎，我早就到了。就是啊，刚才人太多了。让人头一见你了。什么时候？跟我走。哎，叫段剑，是我的上线。他怎么会认识警犬？我和警犬是在法国认识的，一起入的党。在上海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，但有的时候情报传不出去，我也会交给他。去年的五月份，我在一次行动中受了伤，当时手上有份情报很急，可是又不方便行动，只好让段剑去交给警犬了。必须干掉他，否则警犬随时都有可能被出卖。谁干的？我去。你一个人行吗？他还在302病房吗？我昨天去过，没人。刚收到的情报，还在。我今晚就行动。好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嗯。死我了你！你来干什么？啊，随便看看。哦，是查房吧？欢迎欢迎。哎，唐一娜呢？她上哪了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腿长在她身上，这会儿啊，还不知道在哪个男人床上。啊，哎，你休息吧，我走了啊。好，走吧。我走了。
唐一呢？哎，你怎么睡在这儿？我不想跟那个波波一起睡。那也不能睡在这里嘛。怎么不行啊？跟我两个领导睡一起有什么问题啊？你一个没有结婚的大姑娘，怎么能随便的睡在男人的房间呢？啊，这有伤风化，成何体统啊你！是你嫁人还是我嫁人啊？你要觉得是我嫁人，你就趁早别操这份心。哎，你，行了行了，让他睡这儿吧，睡不了几个小时了。老钱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，那出了问题你负责。嗨，能出什么事儿啊？又不是一个人，有我，还有老钱，哎，没什么说不清的啊。这，只要严金生不睡在这儿就行了。他是肯定不会睡在这儿的。头副官，老严去哪儿了？他去了他该去的地方。唐一娜啊，你后果自负你。啊，说不说？不说我就打死你。啊啊！你。让我说什么？我不是共产党，你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会承认的。不成功，便承认，老子手上杀死过多少人，多少共产党。我活得不亏，我够了，我赚了，只是老子一心无二的为党国卖命，不料却死在自己人的手上。你少给我套近乎，谁是你自己人？明天把他带到刑讯房，那儿的刑具都是现成，我就不信撬不开你的嘴。严副参谋长，咱们明天见。你干嘛？干嘛？我回来睡觉。我不是男人，没资格和你同居。
你还是回来有资格的人身边去吧。我愿意睡哪就睡哪。好，那我出去。你带回来男人身上那股热烘烘的臭气，我可闻不惯。你说什么呢你啊？你说什么呢你？干嘛你？你得脸的你啊！又打我！你得脸的你。昨晚在金浦医院死了我们两个弟兄，怎么回事？我设了一个圈套，有一撤了302病房的岗，让自己的人假冒叛徒躺在床上，吸引共产党的打狗团前来实施刺杀，借此机会跟踪杀手，找到他们的秘密据点。这个计划泡汤了，那个杀手不是一般的人，杀了人还跑了。那个叛徒呢？被我转移了，他还有用。根据他的狗，在我们的内部还潜藏了一条共产党的大鱼，有可能是毒蛇，也有可能是毒蛇的同党。小乔，嗯，昨天晚上没睡好啊，新到一个地方睡不着是吧？是啊，我就没睡。哎，干嘛不睡觉？我在走廊里待了一夜，你看我的眼睛是不是像鱼泡泡了？我看，你看，哎，你看你也没办法到我房间睡哈。啊，不，当然了，除非是我睡在走廊里。男盗女娼，没一个好鸟。吃饭了啊，吃早饭了。还吃什么？不回去了？家去。那家属怎么说呢？就说他是被共党打死的。你看怎么样？啊，也只能这么说。这个样子去见他的家人太不像话了，还是人道一点。太不像。是。还用得着听谁说？我亲眼见到的。他是怎么死的呀？是自杀还是被打死的？你问我。司令来了，你问他好了。我看自杀不可能，被打死嘛倒有可能。黄一彪的手毒得很，王处长你可千万不要落在他手上啊。嘿，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，我怎么会落在他手上？你呀、啊，还是告诫你自己吧，啊，小唐，你这个人呐、啊，没有良心，啊，不领情。你昨天晚上，昨天晚上我都睡不着，你那呼噜打的声响，跟前线打仗似的，所以我又回去睡了。老钱，我打呼噜吗？打的，这个好人呢，眼镜蛇死了，他心里难受。
亲的这次试探证实了他的担心，七号楼已经成为了一个笼子，他是飞不出去的鸟，或是跑不出去的困兽。而他最为焦虑的不是他本人，而是没有送出去的那份情报。你们昨天晚上给他用刑了？用了。他认了没有？没有。是哥们儿，他留下什么了没有？主任，我对不起你，多么忠心耿耿的一个人呢，我怎么就……司令，你不要难过。我认为到目前为止，下结论还为时过早。这还要什么结论吗？他连命都不要了，为了讨回一个清白，你还在怀疑他？这对死者公平吗？哎呀，司令啊，这事情没这么简单嘛。我看也没什么复杂。当然，一个人以死来向党国表示忠心，这种精神可歌可泣。但是具体到严京生是不是确属这种情况，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够盖棺定论。司令，你让我把话说完。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够完全肯定他就不是共党，有两种可能。第一，他认为自己的身份暴露了，估计难逃一死，与其身败名裂的被枪毙，还不如自杀，落一个清净和体面。另外一种，你敢不敢肯定现在楼里剩下的人就不是共党？你不敢吗？在严京生的遗书当中，并没有那么坚定地告诉我们钱之江就是共党。如果我们相信了严京生的忠心，把钱之江抓了，而事实上钱之江不是共党，那将是一个怎样的后果呢？那就等于是严京生以他的死欺骗了我们，同时又成功地营救了他真正的同党，难道就没有这种可能吗？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？严京生死了，这还不值得高兴啊？都是因为他的缘故，我们几个才被半夜三更拉到这个鬼都不愿意来的地方，然后就像个笼中之鸟。你想飞出去啊，那是白日做梦，除非你身上长出一对小翅膀。哎，这下我总算知道什么叫做自由喽。哎，简总，怎么样，这个周末我们再去舞会吧，然后我们就又可以成为一对风光的舞会皇帝和皇后了。哎，你放心，嫂夫人那里呀，我去跟她请假，嘴巴甜，我多叫她几声姐姐啊，她肯定会答应的。恐怕今天我们还是回不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严京生死了，而且是自杀。那他死是咎由自取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但是至少和我有关系。他的死说了两个意思，一，以死明志，杀身取义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；二，以死明鉴，他对我恨之入骨，他死了，却不甘心我独自活于世上，所以他用他的死来嫁祸于我，让我和他共赴黄泉。老钱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顺其自然，随遇
边安。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去，无常迅速，绝不相待。好生勿死，乃人之常情。就算我去陪陪他吧，谁让我把人家给扯进来呢？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在场什么头发、鼻孔、耳朵，还有嘴巴，包括肛门，都要仔细检查，防止他利用自己的身体把情报送出去。秦总，我不要你死，你也不能死，你一提死我就想哭。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害了你呀。事已至此，我谁都不怨，怨谁都没有用。眼耳鼻舌身意所求，都如昙花一现，就像看一场电影，听一场音乐会，唱散曲终，总有结束的时候。良辰美景虽好，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一切皆如梦幻泡影。